叫白娜，我喜欢跳锡伯族的贝伦舞，正如我热爱我的生活。那时候乡政府知道锡伯民族风情园需要很多贝伦舞蹈演员，了解到我喜欢跳舞，就鼓励我和其他同乡姐妹一起来。曾经呢，舞蹈是我的爱好，现在爱好成为了我的事业。我现在每天接触着锡伯族的文化，全身都是放松状态，然后你去找那个感觉，你所想象的东西，用你的身体，用你的呼吸来去感受。现在我和我老公的收入还算不错。这边也是，这边自己自己把娃娃在这边上学，也方便买个房子。啊，觉得喜欢就行。然后就住在咱们地方一起学习吧。如果你要问我幸福是什么，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幸福就是我的孩子健健康康，然后我的老公工作顺利，我呢工作也会越来越好，然后继续我的舞蹈事业，就希望所有的一家人开开心心，和和睦睦，快快乐乐，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